意大利时间现在是中午的一点钟啊，就是下午的一点钟。那么离比赛开始还有5个小时啊、目前在意大利的这个环境里面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呢，感觉啊一片寂静，就好像是有一点死亡前的这个宁静的感觉。然后今天天气呢是阴天，等一下可能会下雨。今天晚上的话，这场比赛的草地呢应该会有一点渗水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会在下雨当中去打了啊，因为这个德国也很近啊，不过具体的还要看当地的这个情况。我们等一下去了解一下这个当地的意大利人的心态。Hello, Vittorio. Stasera, Svezia, con Italia, chi si vince? Italia. Italia? Minchia. Quanto a quanto? 1-0. 1-0, d'accordo. Ok. Italy, 你觉得赢多少个? Quanto giochiamo? 2个。Alle 6. Quanto giochiamo? Alle 6. Quanto giochiamo?